24 7 access to diverse global markets. Right here. That's why I added stock index futures to my trading strategy. Now, when I see ups and downs coming, I'm ready. <Well> 好啊！大家好啊，今是日系十月三号，咁啊翻翻嚟 CME 全力支持嘅图表战斗员时间嗱。今日个市呢都系咁啦，怼唔穿，但系唔同嘅地方呢、就是，就系今日喺下昼呢，咁啊，市场就传啦，政府就会嗰个叫做禁蒙面法啦，就会出禁蒙面法。 咁啊，令到個誒股市咧急升咗上嚟。你話升到好多咩？又唔係。但係你表現出咧就係一個叫做誒懟唔落啦。咁、呃、啊，再加上叫做都叫做有力度啦。咁啊，下晝嗰啲咧點解湧到上二萬六千二咧？我相信係有啲短盤斬头啊！ 有啲短盤斬头因為破咗啲位上翻嚟。咁琴日最高都係二六零九十二啫嘛，佢再進一步破位，然後上到去差唔多接近二六二，跟住收翻而家二六一一零，咁日升咗六十七點。其實過去三日咧，你會發現咧，其實佢懟極都懟唔穿二萬五千八，甚至乎今日低 low 都唔穿二萬五千八。我哋一路都講二萬五千八唔係咁容易穿嘅。首先第一樣嘢你要清楚，二萬五千八就係今年嘅開市位。 今年二零一九年就係由二万五千八左右啦，二五百二十四起步，行咗个圈上个三万点落翻嚟二万五千八，而家暂时嚟讲到呢一刻。 都未穿嚇、啊，今年都仲係升嘅。呢、这個係第一個關鍵啦。第二個位就係即係你再落去就係有嗰啲二百五十 V、i t 啊、二百 V i 頂住咗。咁啊，我哋頂咗即係個市叫做 A 股唔喺度啦。佢嘗試怼咗好多日都即係禮拜一啦、禮拜三啦，加埋禮拜四都怼唔穿。起碼喺而家我哋都唔係咁樂觀，可以喺短期內怼穿咁啊。就喺圖表上面同大家去睇咁啊，但係反而呢，外圍呢。 就跌得多喎、哦！你見到個美股咧，其實琴晚都講㗎，短短三十個鐘頭行咗一千點㗎啦。個美期行咗一千點，即係我係做緊嘅刀鐘咋，行咗一千點㗎啦。咁啊，琴晚出咗個 ADP 浪翻 l、mm、l 啦。咁、hmm. 啊，呢個咧， 佢誒出十三萬五啦，比科卡十四萬係少啲嘅，少咗少少啦。上次係十五萬七，出完之後咧，市場都會去即係、就是、去諗啦，究竟聽日大飛龍會係點咧？

啱 retail sales，歐洲嘅 retail sales 會出成點啊？呢個係八月份嘅，咁啊，跟住今晚就係例牌賽啦，嗰啲一周申領失業救濟金啦，呢、这個就而家唔多炒嘅，呢、这、唔、个、多炒嘅。 跟住就冇乜特別嘢啦，咁啊，factory orders 啦，咁啊，呢啲就唔係咁重要嘅，仲有 long manufacturing PMI 啦，咁啊，去睇下美國嘅經濟數據，今晚就會知啦，咁啊，到聽日啦，聽日就係澳洲啦，其實最重要講來講去，聽日都係聽日呢個浪翻屁股。 咁而家個浪翻 p a y w a l l 咧，forecast 係十四萬五千，上次係十三萬，比預期好嘅。如果佢呢個唔係太差咧，市場係即係如果聽晚出個數據唔係太差咧，其實個股市咧係有機會企翻穩嘅。你見到今日個美股咧都叫做喺個低位彈翻上嚟，咁你可以判斷為一個叫做反彈啦。咁但係 個反彈可唔可以持續，或者係彈翻高少少？因為跌得多啊，因為跌得多。咁但係我哋真係要睇啦嚇，誒睇下啲數據會係點啊？究竟個市場係咪會憂慮美國嘅經濟都係會出現一個叫衰退嘅情況咧？咁啊呢個要等呢個數據啦，冇辦法啊！聽晚八點半啦，睇埋私人就業嗰、那個啦，誒誒 private long time p a y w a l l 啦，都要睇埋呢個嚇。咁啊跟住就睇下只金啊！嗱，我哋見到只金咧呢兩日咧，其實佢都好大波幅。 前日落過去最低一千四百五十九，因為早前村位啊嘛，一村位再繼續落去，咁啊個美金升到去大概九十九點三左右咧，佢就出咗個誒非常之渣嘅 PMI 數據咧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PMI 啦，咁啊令到個美金咧跌咗落去，咁啊個股市即刻 d o p 啦，股市 d o p 令到啲避險資金爬，即係即刻買入個黃金。 咁啊，令到個金咧，琴晚都抽得勁啊，去到一千五百零五蚊。咁啊，而家企喺一四九九啦。嗱，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佢有冇能力爬翻上嗱？因為咧，其實佢純粹咧會有機會咧，只不過係夾到嚟呢度。而家去睇咧，就黃金究竟短線嚟短线嚟講啊，係承接琴日前日嗰個升勢，爬翻上一五零五，繼續開展個升浪啊！我話嚟到呢度。 根本上上唔到，然後跌翻落去一四九八，行翻落去，令到呢、这個呢、这个黃金嘅升勢基本上就唔係延續，只不過係一個反彈。因為如果佢再繼續衝過一五零五，再繼續向上發展呢，咁呢個就見到底㗎啦。呢、这個就代表住見到底，然後再繼續上嘅。 咁但係講讲衰啲，佢都係一個 w i n g e、er、嘅。嗱、啊，暫時嚟講咧，我認為咧，佢嚟到这这呢啲咁嘅位咧，你要再崩上去嘅力度咧，除非個股市再散，除非個股市再散，或者係個美金散晒。個美金散晒，即係去講到話嚟緊再會減息，而令到個美金跌晒落去、呃，令到個黃金抽上去，除非係做到呢個動作。 咁但係做唔到嘅話呢佢連一五零五都冲唔上呢咁暫時嚟講呢佢會慢慢縮翻落去嘅，因為其實短短兩日佢都彈得多嘅。咁如果佢縮呢，其實美股外圍期貨外外圍嘅股市都會有機會縮㗎。咁啊，睇下只眼啦嗱，只眼都係一樣啦。嗱，你見到最高衝到上十七個七毫四先八啦，上面個阻力位大概二十十天二十天大概喺十七個八毫二同八毫六中間。咁啊喺呢度就會有阻力嘅。咁而家就未到。咁但係你話要 要衝破佢再衝上去咧，呢、这個又係困難嘅。俾少少時間睇下，究竟佢可唔可以企得穩先？唔好講冲啊，企唔企得穩先？咁啊，至於只有點咧？只有嗱，佢又出現一啲反彈、哦。 佢琴日衝超跌穿咗個二百五十周喎、哦，二百五十周我哋早嗰陣時喺八月咪講嘅，一路都頂住喺二百五十週五十二點八嘅，一路都未穿，琴日穿咗啦，落到五十二點一七，而家早翻五十二點八左右，去翻呢個位，究竟企唔企得住咧？喺呢個位，如果企唔住，再繼續捉落去嘅，當然唔使諗㗎啦，下面就五十點五先有支持，但係似乎係呢啲地方咧，佢佢需要咧消化咗由六十三開始跌落嚟呢個跌勢咧，其实 都唔係跌得少㗎，跌咗十一蚊金啊，六十幾蚊跌十一蚊金啊，你又可以去計啦，跌咗幾多個 percent 啊？喺短短又。

就算係落，你而家下面九十八點五，再深啲咧，我俾你九十八點四，跟住再深嚟，九十八點一，行來行去都好窄幅嘅。你話係咪破壞呢個上升呢？佢不嬲都係咁嘅，冲完上去回翻落嚟，跟住又爬翻上去，又回翻落嚟，爬翻上去又回翻落嚟。佢唔係話一個叫做大跌市，美元唔係一個大跌市，只不過佢就係咁嘅 pattern。因為呢，你要睇個 U 老，lo, 我都同大家講過嘅，有講過嘅個 U 老係點樣行呢？ U 澳就係咁噶啦，跌完落去，抽翻上嚟，再跌，再抽，再跌，咁你見到基本上係一路都係受壓嘅。個誒 U 澳係因為個美金嘅問題令到佢受壓，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咧都係受壓。咁而家個問題佢如果要彈咧，我哋就又寧願等啦。

佢叫唔喐嘅，呢兩日咧，你會發現咧，佢懟咗落去一點二二咧，佢係抽翻上嚟喎，一懟落去又抽翻上嚟。下面咧就好似個港股咁啦，頂鬼住咗唔穿嚇，暫、啊、時穿唔到。咁你話好唔穿，可唔可以彈啊？咁極其量我哋見到彈翻上去都係十天線啫喎，一二三五啊七同埋我俾你叻啲咧，一二三八幾又會 c a 翻住你，似乎咧佢都係停咗喺度。咁至於個多啦元，琴日到。 琴日講啦，佢基本上咧行緊喺個 r a n g 面嘅，喺個 r a n g 佢自從咧喺九月十號咧做完上去啦，最叻做到一零八五十啦，跌翻落去一零一零六嘅九廿七，又爬翻上去一零八五十，又落翻去一零九一零六嘅九廿七。今日最低一零六九廿六，之前最低一零六九廿七，又嚟到呢度又頂住咗。咁你佢會唔會下一步又爬翻上去咧？ 嗱，而家就係咁啊，佢就係咁啊，一攞把鑽石打橫行得噶啦，佢就係基本上係趴到冚一冚啊，完全係，完全係，完全係打橫行嘅多利恩，佢都仲係喺度，你就算隱身埋喺前面嘅。 你望到個多啦因，自從爆咗上嚟之後，佢基本上係跌，抽上去跌落嚟，抽上去跌落嚟，直情個位都係一樣啊，冇多冇少啊！ 而家落到嚟呢度又頂住，個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喺呢度頂住又咬翻腰上去啦？就係咁啊！咁啊，澳樓點啊？個股市做翻企翻穩，可唔可以彈翻上去呢？嗱，暫時個澳洲呢好似叫做指导跌啦嚇，咁但係彈翻上呢，就言之尚早。咁啊，希望佢彈翻高啲啦，六七二六咁啊，但係你望下，今個禮拜佢減息喎，減咗 q u o t a 喎，今個禮拜佢開六七六一，似乎個市場消化咗啦，最低做個六六七二，對上一次最低六六七六就是。 喺依度啦，睇下佢可唔可以再縮高啲啊？咁啊，至於個紐西蘭係點咧？紐西蘭嗰個壓鬼嘅穿破腳穿頭壓完之後，再進一步向下啲啦。咁跌到落去咧，今個星期哇，硬到好低啊，六二零四，但係而家又係縮翻，係咪個股市做翻好而令到啲澳樓都叫企翻穩咧？或者係其他原因咧？嗱，你睇到啦，定係個市場已經消化咗咧？喺呢度。 彈咗上去啊！咁啊，下一步係點咧？我哋都要俾時間去睇下，因為聽日係晾翻被窩。咁啊，睇埋多啦 k i n 哇發癲啊，衝穿啊，衝到上去最高一點三三三五。個問題就係你上面仲可唔可以承接咧？你見到嘅其實依度咧，好似嗰啲嗰啲誒誒誒。呃呃呃 瓦片啊，去到呢度彈翻落嚟，彈上去，彈落嚟，彈上去，沖勁都沖唔上。最叻嗰次俾你沖到一三三八十四，又係打翻落嚟。呢度咧沖勁都沖唔到一三三，所以去到一三三再追买咧係一個都都比較高危啲嘅。佢淨係爆咗下啫，爆咗一下會唔會因為個油價琴日？ 穿咗落去而令到佢帶咗佢上嚟呢，就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啲咁嘅水平呢個問題就係可唔可以承接再繼續向上咯？咁、嗯嗯、啊好啦，咁啊睇下股市啦，我哋嗱你見到啦，我哋見到個立指啊，其實呢兩日真係跌得多。你諗下喺誒十月一號嗰晚未出個、呃、P M I 之前，佢最高彈翻上去七百四一。 咁琴日最低係七五二五，喺立指嚟講，差唔多行咗三百點，咁而家縮翻上去七五七八，叫企咗喺度。咁但係你話係咪改變個走勢，然後叫做見底回升？我我我唔可以咁講，我唔可以話見底回升。只不過我覺得短期內呢，佢係做緊一個叫做反彈，或者係叫做今個禮拜都跌得多啦，係咪？做翻個反彈已經接近唔好各位。 呢只嘢呢，暫時嚟講，嗱，你博反彈呢，只不過係好短嘅啫。個問題就係，我寧願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高啲，我哋先至再估。咁至於個刀中勢點呢？嗱，刀中都係一樣嘅。喺十月一號最高，我哋做到做到去邊度啊？十月一號好誇張㗎，其實嗰日最高做到二七零四零。你望下琴日二五九三零，做緊千一點啊，兩日咋，兩日咋。 都未夠四十八小時啊，籤一點啊，咁啊美股臨完呢兩棍落嚟咧，似乎佢都係會停一停。你見到去到一百天 Moving Average 叫做二百天 Moving Average 叫頂住咗。咁啊而家縮翻高少少嘅，做緊二六零七十五個問題就係開始轉定咗啦。嗱，開始轉定咗。誒、呃，佢可唔可以短時間內再谷落去咧？咁佢聽日都攞翻 Pew 咯。 聽日又浪翻 p e 咁喺浪翻 p e 之前會唔會再進一步？除非你知道個數據係非常非常之差，而個經濟係出現個問題。如果唔知嘅，通常見到呢啲咁嘅走勢，跌咗一千點，佢就開始橫行咯。 佢係比表現上面，即係如果你短咗嘅話，或者係早前沽咗落嚟，你話喺呢度 set 圖，等佢過埋個浪翻陂窩，下星期先至再沽，定係佢誒誒等佢縮翻高啲，先至偷一偷位再沽個？我就反而即係覺得嚟到这些位呢啲位咧，應該要平一平倉嘅，要睇一睇，最多你話留翻，即係你你揸沽咗好多注落嚟，咁你你而家誒平靜一注，繼續去向下睇都得嘅，咁但係。 應該係要平倉嘅。嗱，你問個 S n P 跌完未咧？我認為个 S n P 都係未跌完嘅。技術面上面咧，佢基本上就未跌完嘅。只不過咧，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係咪會有需要？嗱，人哋都。 跌一百天，係咪有需要做一啲反彈啫？或者係呢度喘兩三日先，先至再摁落去。你問下面仲有冇啲支持？一百、二百天 moving average 在二百五二，甚至乎啊，我哋望到個周線咧，成個周線都吸咗落嚟嘅。個問題就係吸咗落嚟，仲有後面當然仲有得行啦，但係個問題短線我哋可唔可以偷到位嘅啫？嗱，睇埋個 death 啊！ 個爹勢點咧？嗱，又係一樣啦，喺嗰幾日跌咗落嚟啦。佢啱啱已經跌到零點五啦。嗱，零點五個位咧，一一八七十六。嗱，我哋計到最近嘅，由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號當其時最低做一一二五十七，抽到上呢個頂，去到一二四九啊六，五坡上面個阻力位，然後開始回調。回調啱啱去到一半就係一一八七十六，琴日最低一一八九啊一，1, 去到呢度又係做一支小洋足出嚟喎。你見到頂住咗啊？ 就係咁啊，咁啊，你見到啦，外圍其實其实除咗港股係出現一個比較上即係、就是、叫做顯著啲嘅反彈之外咧，其實外圍咧都係因為短期內兩日啫嘛，十月一號、十月二號兩日跌得多，喺今日喘定咗，而令到個股市唔再跌落去。 就喺呢度啦，而我哋可能就係因為外圍都唔係好拖落去，再加上就係話、呃、有一個叫做反蒙面法啦，咁啊或者係緊急法啦，而令到個市出現咗一個叫做、呃呃、你話殺倉又好啊，你話佢乜都好啦、啊，咁啊最低限度喺而家推唔落，港股推唔落住，佢唔穿二萬五千八推唔落住。OK，好啦，嗱休息一下先，咁我哋關注一下資商所微信公眾號啊。 好啦，翻返嚟啦，翻返嚟啦。好，翻嚟睇誒第四季密室戰鬥記啊！等等佢睇嗰個第四季密室戰鬥記啊，好嘛？嗱，大家見到啦，呢、这個第四季密室戰鬥記啦，咁喺十月二十六號。

政治活動啦，喺個喺個香港啊，咁啊嗰日會係點咧？亨尼斯道會係點咧？但 anyway 點樣都好啦，你哋先報名。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即係叫做臨時改動啊，或者到時真係話哇好多暴動啊，或者係示威啊，喺嗰啲地方啊，或者係喺嗰度咧，我就到時會通知大家嚟唔嚟。跟何況大家都每一日都會睇住個電視，都會知道喺嗰啲係咪即係叫做高危嘅地方。唔好話唔好話你哋唔嚟啊！ 我都唔去啦，係嘛？好啦，咁啊報名啦吓，咁你上去民眾個 Facebook 嗰度，自己有條 link 嘅就報名啦。咁啊，翻翻嚟睇港股啦。嗱、那，個港股係點咧？那個港股咧，你會發現咧呢幾日咧。 由禮拜一開始，你每晚見到個夜期都好低，琴晚個夜期都低，琴晚個夜期都低，落到二五七嘅，甚至乎見過二五六嘅，二五六九啊幾嘅見過嘅，琴晚夜期。咁啊，跟住今日又做翻上嚟，又做翻上嚟。你每一日都掂唔穿，每一日都掂唔穿二五八，日日夜晚黑就懟咗落去，因為外圍跌啊嘛。咁我由上個星期五開始㗎啦，其實上個星期五個夜期都係落到二萬五千六嘅。

咁啊，跟住夾下夾下多啲，最夸张係下晝嗰一下啫，突如其來就抽上兩萬六，嗰下好大機會係斬頭盤嚟嘅，因為我都設定咗，因為我都係 put 咗嘅，我 put 咗之後咧，我就通常我都會擺咗一個 stop 喺度嘅，咁、那、嗰、个、當其時係做緊二五九二五九三四十嘅三四十，我就擺咗個二六零零零，咁啊今朝早最高都係二五九九幾，因、那、為、个、我期貨二六零零零。 跟住冇諗過，嘣一聲咦？點解響機嘅咁样跟住呢，再望呢，已經二六零五零，跟住二六一，跟住二六二啦。嗰啲好明顯係個斬頭，一做完二六二縮得好快，縮翻落去呢，二六一留下嘅。你見到個期貨喺呢度一冲冲上二六二，跟住一縮縮翻落嚟呢，落翻去二六零，我唔知幾多啊七八十左右啦。咁最嬲尾收翻喺二六一一零呢，其實呢，收返呢，佢叫企咗喺度好啦，你話下一步嗱最大問題係咩呢？ 最大問題，呃、首先一樣嘢，我都唔知佢呢個反彈係咪會延續，因為其實三日都係喺度橫行，甚至乎我哋用埋九月二十五號嗰個頂當其時係二六一九零，佢都仲係喺依度十依度咪可以可以咪畫俾你睇咯。o r i z o n t a line？佢喺短線嚟講呢，其實我哋今朝早咧都話，其實個市呢，如果你大家有睇我嘅節目呢。 或者下晝五間直擊，我都有同大家講，我冇得估噶，我只有坐住一個短盤，直至你斬我頭为止。咁我仲要唔大添，因為我要等你估啊，我要等你穿啊，一定要穿翻落去，唔穿落去我係冇得估嘅，冇得再進一步。你見到其實佢 cap 住咗喺呢度啊，cap 住咗。你上到去今日其實有少少 over 嘅二六二樓上。

有盤咧，好啦，撇開曬所有嘢，撇開曬所有嘢。喺而家呢幅圖，喺呢個走勢上面，能唔能夠喺短期內破呢個位咧？下面咧大概喺二五七五零，佢未破咧，你都好難估落去。佢真係頂住咗，講過好多次啦。我哋基本上喺今年一月就係喺呢個位置啫嘛，大概喺二五八左右啫嘛，呢、这個起步抽上嚟跌落去。 抽上嚟，而家就喺二百 b 二百五十 b 今个礼拜都叫实心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冇得承接，所以变咗咧短仓你可以赶走我，但系要我 call 上去咧，暂时都仲早，暂时都仲早，好难去 call。個咁但系你话会唔会系就系好难去 call？你哋唔敢 call，然后抽上去，咁冇办法，我赚唔到啦，我赚唔到啦，因为你话会唔会系听日再继续抽嗱？除非 entry day 啦。 喺 intraday，喺 intraday，譬如聽日開咗出嚟，然後再繼續向上嘅，咁我哋咪抽得咯。我成日都講啦，會唔會有機會翻翻去五十天線啊，或者係翻翻嚟依度 goodbye kiss 噶嘛？大概二六四七廿幾噶嘛，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行埋依站。如果行埋依站咧，其實又唔係好多嘅，大概行多三百零點嘅啫，衝埋呢一口。你問個勢係咪靚翻？係的而且確靚翻，佢其實唔係叫做靚翻，佢係做緊 r e b 佢係由。 誒中秋節呢個高位二七三六十六跌落嚟呢度做個 r e b 啊，不如同你哋去數下，不如數下個 retracement 啦。嗱、啊，中秋節當其時最高係做到中秋節當其時最高係做到二七三六六，琴日最低落到去二七二五七七八，未 r e b o u 過㗎，未 r e b o u 過㗎 r e b 二三六都係二六一，嗱，佢要 r e b 零點三八二都要。 二六三八十四，誒回班零點五都要二六五七十二，所以咧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佢再冲穿咧，嗱，如果聽日咧企得上十，嗱今日都未企得上十天線嘅，所以我唔可以確認。聽日喺十天線上面企，然後再繼續開上去咧，咁你有理由相信啊，聽日會有機會延續今日個回班繼續向上，咁佢睇到去邊啊？咁啊幾個位嘅。 呢啲咁嘅市呢，今年年初呢，成日都回到零點六一八呢如果佢回到零點六一八呢喺二六七嘅，咁但係唔好望咁遠住，因為依度都會有阻力嘅五十天啊。其實好接近呢啲位咯，介乎喺二六五嗰啲水位呢，二六四、二六五呢，呢啲咁嘅水位呢，就會係阻力嘅。咁其實夠位嘅，其實夠位嘅，會唔會三百零點呢？行多一日上埋去呢，趁住外圍出現尾班嘅話。 外圍出 r 班 b 啊，外圍做反彈啊嘛，咁啊趁住外圍做反彈，我哋都會有機會再反彈。反彈完之後，下一步先至再落咯，就係咁啊。咁啊，至於只角子係點咧？嗱，角子都係一樣嘅。我哋見到個角子咧，即係出現一個叫做反彈啦。咁佢都反彈得多㗎，去到一零二四十三。咁你話上面係咩位？上面你唔使諗㗎啦，拆鬼晒啲線先，拆晒啲線俾大家睇。 嗱，佢之前咧跌穿咗依度咧，其實佢死都唔肯去㗎。個市唔係好肯去㗎。睇下佢而家咧再泵上去咧，佢上面一零二六十九啦，泵到最勁咧，你可以上到一零三八十幾。睇下佢會唔會咧，即係佢已經唔係橫行啦，而係出現一同樣出現一個 rebound。咁但係你要記住，A 股係未翻嚟嘅，A 股係未翻嚟嘅，A 股要去到過埋重陽節啦，下星期二先翻嚟。嗱，睇埋新加坡 A 五十啦，同你哋睇埋新加坡 A 五十。 雖然話唔喐唔喐唔喐都有啲喐嘅，A 股唔喺度啊，原來啱啱真係落到去嗱、啊，我哋睇啦，會唔會落到去？誒、呃、呢條一百天 moving average 大概一三三，佢就唔到嘅，最低一三三八十九，下面一三三六十幾，爭少少。但係今日咧，佢又係喺個低位頂住咗，去到個低位頂住咗之後咧，佢又係唔唔唔落嗱。你見到環球嘅市場咧，好多嘅股票咧，好多嘅股市咧，都到咗一個短期嘅支持位。 你甚至乎有啲人覺得即係叫做 over，over s e l 啊，即超賣嘅個市出現咗超賣而出現一個反彈，而家就係喺呢個位置啊，而家就係出現喺反彈呢個位置啊。好啦，咁啊，去睇下啲股票先嚇、啊。嗱、啊，你見到啦，七零零都係㗎。其實几呢幾日咧啊，真係真係吹漲喎佢，真係好犀利喎。佢真係、啊、操控得非常之厲害，連續三日佢同大市都係一樣，佢死都唔懟，死都唔懟。 三二三三二三三二二，你知唔知今個禮拜開咩啊？今個禮拜開三二四啫嘛。今個禮拜最叻都係，如果計禮拜一開始佢跌最叻都係跌咗兩蚊，佢死都唔懟喎喺度。嗱、那個問題就係、是、佢會唔會出尾班啊？佢出尾班咧，我佢更加會有機會帶動個恒生指數出尾班，即係出現一個反彈向上。佢未出㗎。 七零零未出㗎，你問佢可唔可以反彈向上？當然可以啦，佢唔抽穿三三八咪得咯，係咪先？十個 e e t 而家做緊三三六點四八，五十個 e e t 係做緊三三八，佢唔抽穿都得啦，上翻去三今個禮拜三三二都得㗎，完全冇問題嘅喎，佢唔會改變呢個跌勢喎，佢純粹係做一個 w e e o 班喎，所以就係咁啊。咁啊點啊 Ben y 話咩？今週好似做擦仔咁啊，日日一早開牛偷位唔過夜，之後等 Goodbye Kiss 用來坐遠。 係啦，要等啦。你唔敢，你唔敢再坐。你見到個外圍呢，其實你話外圍反彈啫。我點知你幾時反彈完啊？個勢係反反轉噶嘛。你而家兜中，我點知你幾時突然間斷攬啊？仲要等、哦，佢未跌晒喎。你問我兜中仲有冇得跌，當然有一跌啦，不過唔係短時間咯。 唔係而家即刻可以跌落去咯。你話後市有冇得跌？個個勢係明顯向下嘅。咁但係跌咗一千點，俾俾人回翻三百八十點啊，都合情合理嘅，完全合理嘅、哦。睇下個天然氣啊，十三個四買咗有冇機升啊？哇，好短炒喎、哦！哇，點解你走去？唔係喎，呢、哦、只 UNG 啊，想問天然，唔係 UGNG 咩？十三、这個四嘅呢個 UNG 啊？ 啊！呢只先唔同嘅，十三個四買咗，咁咪咪好早買咯？係咪呢只啊？Patrick，好早買咯。咁但係個細麻麻地喎，那個細麻麻地喎，我覺得做咗頂開始回落嚟喎，麻麻地喎幅圖啊，咁啊，睇下二零二零啦。 二零二零安踏，格安踏，喂呢棍又好啊，嗱又係托住十天線啊，睇下可唔可以承接啊？嗱，今個禮拜咧佢開五十六十五個九嘅，而家都叫星星地嘅，都仲喺度，個市都仲有力量頂住喺度，咁咪揸住佢啦，睇下可唔可以繼續上去？你話做 stop 唔係，可唔可以買？當然可以買啦，你咪用翻今日個底咯，六十四个半作為你嘅 stop 咯，十天線都係喺六十四个八啫嘛，咁咪繼續向上咯。 好啦，二三三一，李宁会唔会跟住啊？嗱，李宁你要摆个 stop 咧，系要摆五十天 moving average 啊，你要摆二十一个半啊。睇下可唔可以再承接向上咧？嗱，力度都仲有嗱，你望到嘅幅图系讲咗俾你听嘅，你见到咧喺十个 week 佢都仲顶住咗嘅。上个礼拜最低做二十一个五毫半，今个礼拜二十一个八龟，个个星期都托住上嚟嘅。只不過你覺得佢唔好喐啫嘛。最大問題你就要衝破呢個二十四个六毫半咯。個市有少少兜嘅，呢兩隻都係行得唔錯嘅。 好啦，二八八八渣打集團，哎、欸，跌到落去喎，系咪喺依度頂啊？會，但佢未逆轉喎，未逆轉喎，唔、呃，有少少偷步喎，而家，咁你要等聽日開翻嚟，會唔會上翻去？喺美市買重二六四廿二紅星，明天開低就食得，但行指升到點啊？我的熊仔要指示啦，你要指示都係聽日指示啦，祝你好運啊！睇下聽日可唔可以走到？點解美市走去擋啊？冇得擋啊冇得擋啊 唔擋得㗎 r a y m o n 話今日算係單日轉向，後市都算只算中性嘛。嗱，我哋唔可以叫單日轉向，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單日轉向，三日都單日轉向啦，三日都單日轉向啦，佢都未完全，佢要爬翻上條十天線，企上上面，嗱，勉強唔合格嘅，未完全算合格嘅。如果你話今日係單日轉向，咁呢日唔係單日轉向咩？係咪先？呢一日唔係咩？禮拜一，咁禮拜二唔係再轉咩？ 你譬如話連續三日轉向，係咪先？佢一開喺個低位，跟住又爬翻上嚟，咁你可以咁講嘅。如果用數目字計呢，琴日收市呢，前禮拜一收市呢，二六零九十二。但係其實佢今個禮拜已經開高咗啦。上個禮拜五收二五九五十四，收二六零九十二。琴日呢，收低少少，二六零四十二。今日收翻高啦，收翻上二六一啦。即係咁樣睇，你可以叫好嘅。 都可以叫好嘅，咁但係佢未得，未未可以話叫做誒嗱、嗯，當然啦，相對地係好轉好咗，但係你話係咪有能力再彈翻上去咧？要俾少少時間睇，聽日再冲頂啦，冲到十天線啦，因為咧好危險㗎，呢啲咧係隨時出蛋散㗎。 究竟係彈散啦？那個彈散個彈係要連續彈定係得一下咧？定係因為真係純粹係一個外圍嘅 rebound 或者我哋出一個無面化，而令到個市彈咗去係得咁多，咁你就死啊！但係點講都好，唔使估嘅，因為你都唔估得，佢都唔會穿二五今個禮拜佢都唔會穿㗎啦，聽日都唔會穿㗎啦。咁你聽日唔穿，你諗咁多做咩啫？係咪先？ 你最多唔賺上嗰陣啫嘛，就算佢賺，但係你要做 put 嘅，你 put 唔到噶，二五八都唔穿，係咪先？咁啊睇下佢究竟揈住喺呢度咧，其實廿五號開始揈住喺度噶啦，撞頂撞底撞頂撞底噶啦，好窄幅噶咋？咁啊睇下佢破唔破啦？破到嘅當然我哋成世上去，goodbye kiss 唔使諗嘅，一一破到咧，即係今日最高咧做到差唔多二六二啦，聽日承接開個上翻十天線又再承接上去嘅，你唔使諗嘅。 去我哋去望五十天 moving average 嘅做反彈嘅，我哋都仲係做反彈。咁當然睇埋外圍啦，外圍彈我哋咪一齊彈咯。睇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會係點啊？阿里巴巴可以留底嗎？其實佢麻麻地喎，幅圖成個星期都係叫麻麻地，佢行翻衣依棍嗱。 除非依啲啦，嗱今晚翻到嚟你見到佢跌完落嚟唔好跌得啦，跟住喺個低位再承接再上去再爬翻上去。不過咧呢啲圖唔靚啊，小心啲啊，唔靚唔算靚咯。你要再即係寧願啊，寧願呢啲圖咧，我哋寧願咧等佢上翻高啲，收翻高啲，過埋浪翻，甚至乎下星期先至再買都未遲嘅。你而家個指示唔係唔得嘅，你偷偷雞一早買嘅，即係偷步買，搏佢。 繼續延續個反彈，你咪用琴日個底嚟做斬頭咯，一百六十一個九咯，你用呢個底嚟做斬頭，因為如果要反彈，呢、这個底係唔穿得嘅，要出支羊觸再繼續上去，你就可以咁做咯，純水去搏咯。咁你話值唔值一搏？你要睇個股市可唔可以反彈啦，因為美股真係神經啊，美股神經啊，三三一九，三三一九啊，我哋睇下繼續上去咁點啊，日日都同你講冇上望啊。 冇上網嘅歷史嚟噶嘛，邊有上網嘅？係咪先？冇上網啊，都話叫你哋十月二十六號嚟，我教你去坐呢啲股票，到時分析俾你聽，好唔好？繼續睇啦，繼續睇啦，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啦？坐到去邊？我日日都做節目講，我點知啊？升到一百蚊都得噶，係咪先？好啦，咁啊，七零零點啊。 七零零頭先講咗啦，會有機會縮噶嘛？睇下佢會縮幾多上去啦。咁啊，但係你話縮好多嗱，你有權去偷位，有權去偷位。咁呢兩日都係佢都係唔跌，佢都係唔跌。你話甚至乎阿、啊、Sir，我唔係偷位，我係低買得唔得？得唔係唔得？今個禮拜都未穿。你如果低買，淨淨淨係嗱，你淨係純粹短炒低買，用今日個底搏佢上翻三三幾咧？

乜都未串，純粹係彈翻上嚟啊！你轉曬好難轉噶，你望下人哋係由咩事啊？人哋如果講衰啲，你係由二零一八年六月開始邊度上過啊？呢只嘢個個星期都係繼續垂緊，滑梯落嚟轉曬都冇咁快啊！你要再彈多啲先可以確認到轉曬啊！好啦，睇下一一七一啦，一一七一係點啊？演週梅。嗱，早前爆咗上去啦，而家叫企穩咗，不過個勢都麻麻地噶，呢啲唔靚噶。 呢啲唔靚噶，我就唔係好建議買嘅。八二三都係做緊反彈啦，但係個份問題可以反彈到幾高呢？咁啊，上面九十蚊係阻力位而家都仲係會有機會反彈，但係你話反彈到好高就唔係嘅。三四七係點呢？安降股份嗱、啊，又係咧。呢啲你睇到佢唔跌啦，但係有冇能力再上呢？佢上到三蚊後面你就望到好多，你上唔到三蚊後面望唔到啊，全部都睇唔到。一八七六啊，係。 八威點睇啫？八威，你有興趣咪買咯。睇下有冇人即係即係跟隨佢咯。行咗三棍，我都睇唔到啊。點睇啊？三支洋竹，呢啲阿華嚟嘅，你睇唔到噶。你有興趣咪買咯。佢上市之後咪升咯。冇嘢睇嘅圖表睇唔到嘅。三九十八，睇下先啊。今界繼續啦。嗱呢只又係噶，一爆咗第一棍咧，今日第二棍再繼續佢。咁你會唔會有第三棍咧？你唔擋佢都會繼續嘅。一七八七。 山東黃金，山東黃金咧都係嘅，佢都叫企咗喺度。但係呢、那個問題就係有冇能力再破二十個零四，二十蚊零四毫半，佢係頂住咗喺度。但係咧佢可以做咩咧？橫行咯。上個禮拜做得差㗎，佢叫頂住喺度。你話買得唔得得？佢都反正都做咗個底出嚟咯，個指示都有啦。甚至乎咧，我哋講啊一八一八咧呢只咧、这个、照金，琴日做個底做得靚㗎，喺呢度俾你睇，佢都叫做頂住咗喺度㗎。 一八一八，100, 100, 但係個問題呢，琴日做得靚嘅，做完個低位咬腰上嘅，但係個問題呢，你可唔可以再上啦、啊？可唔可以破翻上五十天線啦、啊？你見到佢頂住唔跌，但係唔代表一定可以升噶。記住，唔跌係咪即係升呢唔係一定噶，唔跌可以橫行噶，唔喐都得噶。你要表演，你要揾一隻打橫行嘅股票，我隨時都可以揾到一隻。 六五八中國高速传動，你都係咁啊！你見到彈完之後咁啊，企咗喺度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上呢？啲力度唔係好夠，不過佢都叫穩定嘅，企喺而家叫穩定嘅。咦？過晒鐘咯喎！好啦，咁啊，我都唔知添。好啦，咁啊，今日係咁多啦吓，今晚六合彩啊，檢查阿廖飛。哎，我琴日檢查咗，仲有一期，我今晚就最後一期啦。咁啊，個市好屈机啊，咁啊係啊，冇辦法啊，個市財係咁啊，但係你哋大家都知道佢推唔落咯。 佢推唔落咯，所以你都避開，唔敢大住落去嘅。就算紅嘅，就算短咗嘅，你都係即係都叫受傷嘅，但係唔係傷得好緊要，嘅，你都會避開佢嘅。你因為你唔可以啊，你都唔穿二五八，佢都推唔到落去。好啦，嗱，今日係咁多啦，咁啊，祝大家好運啊，咁啊，以上股票我冇持有嘅，拜拜。